加特，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世界功夫之王四分之一决赛的 A 组的第二场比赛。对，这场比赛的对决呢，是由号称神鹰的贾奥奇，就是后出场的这位选手，他今年29岁了，但是他在2020年的11月28号就被现在的对手来自关公故里的啊山西运城的这个吉祥 KO 了。嗯，所以这场比赛也应该是一场复仇之战，对，大盘战了。嗯，对，其实之前在网上有很多的这种。说法哈、啊，说那场比赛哈、啊，其实那场比赛给我也是很深的印象，因为当时我也在解说。嗯，啊，就说那场比赛吉祥其实没有那样的一个实力，只是一次运气。运气，哎，运气是要靠实力支撑的呀。对，所以今天我觉得吉祥是憋着一口气来的。我再一次证明我可以，不是靠运气，对，我不是靠运气。对，而贾奥奇也是憋足了劲，也是憋足了劲，我要复仇的。是的。所以今天这场比赛非常有看头。对，我要向大家证明，吉祥你就是靠运气。对，所以这场比赛你看，两个人上来就是火药味非常十足。对。然后贾奥奇为了就是证明一下，你的实力其实没有我高。对。啊，只是上一场比赛实力只是你的运气而已。那这个吉祥就想证明，我可以 KO 你第一次，还可以 KO 你第二次。所以这场比赛我们来看一看，值得期待，值得期待。对，而且昨天呢，贾奥奇在我们的颁奖仪上也获得了一个大奖，是啊，所以现在气势正盛。对，有贾奥奇的特点就是散打系选手，快进快出，然后快闪。哎呦，后直拳打进去了，塞进去了。吉祥要注意，护住下巴。吉祥这个时候感觉动作好像慢了半拍。吉富，可是从我的感觉来看吧，我觉得红方贾奥奇啊，有点着急了，求胜心切，对，有点着急了，给我的感觉。确实，就是说，你可以很快拿下比赛，当然是好事。但是如果一旦对方这个适应了你这种比赛的节奏了，怎么办？对。是不是会很累？因为接下来还要有比赛呢。是，而且吉祥是一位很有韧性的人。是，对。吉祥的质特点就是比较有毅力，而且他是一个重炮手。对。完全具备了这样的一拳 KO 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。对，贾奥奇比较着急。对，绝不后退。是啊，绝不后退。那吉祥依然延续了上一场这个比赛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啊，步步的逼近，绝不后退。所以贾奥奇今天要防住对方的这个气势之外，还要防住对方非常冷的那一招，就是顶膝。对，因为上一场就是被顶膝 KO 的。好，第一回合60秒，哎呦，换拳。吉祥要防住啊，最后一点点时间，防住啊！还不错，对。第一回合，我觉得贾奥奇就像燕姐说了，有点着急了，想要复仇，这个复仇之心，我觉得。因为对贾奥奇来讲呢，他也想快速的结束掉比赛，进入到半决赛，因为刚刚刘晓明是第一回合就结束了嘛。他如果能够获胜，再碰到刘晓明的话，对他来讲就是一场复仇，恶战，也是复仇。所以我觉得比赛还是要稳扎稳打，不能特别着急。对，就是如果对方适应了这样的比赛节奏，把你拖的这个体能出现问题了，那么下一场比赛可能就会很难。对，所以作为吉祥来说呢。Looking to himself. Pardon?回合的比赛开始了。刚刚在局间这个休息完之后，快要开始比赛的时候，我听到吉祥的边角教练说，他还能坚持1分钟。是，就是刚刚在比赛开始前，我看到红方贾奥奇他那个大口的喘气，从方面您的角度来讲，他是体能出现问题了吗？
第一回合输出的频率太高了，而且我觉得他的心理上也是有压力的，特别想要拿下这场比赛，速战速决。但是我的经验来说，我不建议这么干，这么干的话可能这个风险太大，太消耗。对，太消耗，一旦拿不下来对方怎么办？因为你没有100%的把握能拿下。是，这只是第一回合的比赛。你看这个时候吉祥找到一点进攻的感觉了，刚才有权命中贾奥奇，领先，所以说吉祥其实他是非常有韧性的一个运动员，就是你不论给他多少重击，你只要不 KO 他，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向前，给你更多的压力。而且曾经 KO 过这个贾奥奇，所以他心理上也不舒坦。对对，你说特别对。吉祥看得出来也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，是已经打了很多年的，2013年就开始征战武林风了，啊，这位老将了，而且经验也非常的丰富。而且第二局给人感觉他明显他加强了攻势，是不像第一局打得那么被动。对，那第二回合然后就能看到，就能感觉两个人其实势均力敌。对，哎，所以贾奥奇应该换一种战术，我觉得是不是可以，是不是可以控一控？但我不建议，然后再把密度提得这么高，因为体能确实会出现很大的问题。哦，你看又被命中了，被反击了，哦，又被命中了，对，哦，又是一个不知权，所以这个时候吉祥的反击非常的奏效了。对，哎，贾奥奇这个时候消耗有点大啊，能感觉到他大口在喘气，但是吉祥倒是稳扎稳打。他吉祥就是提到拳脚，这个由于孤劲提膝的一个嫌疑，裁判给提示了。好，按照我们的规则，违规动作有两次的提示，第三次再出现会扣掉一分。是。那贾奥奇这个时候，我建议还是要他要稳，灵活稳控制，对，他不要再想着，因为已经到第二回合都已经过半的过大半的时间，是就没有必要再这样的高频率的输出。是，对，你看这个吉祥仍然是这个区别防守再往前走，对，就给你压力，就是给你压力。第二局是吉祥到略占上风，是吧？是，第一局他是一直处于劣势。哦，好，两分的节奏。那现在这一局比赛最后这场比赛谁胜谁负，现在来看还很难预测，很难预测，很难预测。因为面对这个双方呀，都会及时的做调整。当然，就是我有劣势的时候，我看你今天是什么样的攻势呢，我马上就调整了。对，而调整的还挺快的。对，其实我觉得贾奥奇也应该再调整一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吉祥啊，到第三回合，或者到加赛局，他一直都会持续这种，而且会越来越强。这就是吉祥的风格。嗯，所以贾奥奇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来调整一下。对。教练员比运动员还紧张，是，说别让他歇着啊，冲上去，冲上去，挤进去。对，因为刚刚那个孙老师这边能够教练员的声音啊，听到声音，而且清晰的看到蓝方吉祥，是那个面部的表情，孙老师给你留下什么印象了？你看这个蓝方选手刚刚那个面部表情，我觉得他非常沉稳，就像介绍他非常有韧劲儿，是绝不服输。对啊，其实，在2013年参加武林风的这个比赛，2014年就拿到了新人王。对，说他与世界众多的高手教练员介绍说有过交锋，而且比赛成绩还不错，是，嗯，所以刚刚在这个第二回合休息的时候，我们感觉到，也能感觉到吉祥的那个杀气哈，而且他的自信，有自信。他是一位越战越勇的这样的一个选手。对。好，你看，第三回合贾奥奇做了一点点调整，啊，要把这种进攻的距离拉得更远，就闪的幅度更大一些。对，你看，游走，哦，勾腿。
又是勾腿。对，我们觉得贾浩奇的进攻距离要比对方更远一些，所以只要你贾浩奇一直保持这种打完就撤、打完就走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的话，对方很难抓不到你，对，而且会消耗对方的体力。对，这两位今天的这场比赛啊，完全是一种战术的比拼。是，今天是二番战了，两个人都相互了解。孙老师，您在过往的解说的这个比赛当中，有没有碰到过那种战术安排失败的？就是他我也有这个实力，可是我战术失败了。竞技体育应该什么情况都会有，对，是吧？你认为这种可能战术更适合于这场比赛，适合于攻击对方，对，但也可能最后的效果不好。其实你剑走偏锋，用了一个其他的招，平常可能不用的，不是优势的招法，也可能最后起到奇效。对，这个东西竞技体育有很多这个不可预定的因素，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。它的魅力所在，所以我觉得战术很关键，但是临场发挥也很关键，更重要。就你在变，其实对方也在变。所以你很难去抓住对方。哦，击到拳脚了，这是极强的进攻距离。啊，第三回合所剩的时间不多了。其实两人体力上都消耗比较大。对，是的。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无论谁获得比赛胜利，其实都消耗很大，在毫厘之间。对，消耗很大。当然都要为他们。往后的比赛啊，接下来的比赛都要捏一把汗了。对，因为消耗太大。刘晓明第一回合就轻松拿下，轻松拿下。第二场比赛也是这样的优势，也是比较快。对，好，没有距离。好，贾浩奇多闪，最后十秒再拼一下。反！哦呦，高超！出来，打进了。好，接受了。方便你多年的这个运动员，或者说从事这项运动的这个经验来看，你觉得这场比赛谁更占优一点？尤其是这个吉祥，他一如既往的还是。